诸佛各遣使者持花表示敬意，以礼问讯道安，尊顺仪规，分身佛教使者大心敬意，诸法一性如常，万事一如。听好清楚啦，就是诸分身佛各遣使者持花表达迄个诚意敬敬的意思，哎，了解法佛佛来说话啦，就是爱，人人心会当接受佛陀教化入心，不只是佛爱入心，也都爱敬，敬化入心嘛。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尊师重道，我们尊敬佛陀，佛陀乃是为一大事啊，来人间以悲悯心啊，就是视众生如一主，不忘众生隆重一当传承伊的教法，就亲像一脉相传，亲像老爸将伊的血脉啊，伊的血统一当完全在子的身躯永远传落去，道理是共啦。才会讲四性诸佛啊，呀，诸佛呢，伫咧教主啦，都亲像老师，所以师亦父，父亦师，所以咱大家将佛的教法啊，就亲像呢，伫咧传佛的血脉共款，所以咱叫做传法脉，意思是共款啊，所以。诸佛啊，分身佛。那讲到分身佛，大家人应该也真清楚啦。分身佛，那就是已经把佛呢接纳入心咯。心佛一体啦。人人呢，应该啊，烦恼气滴啊，心地清净啊，已经净化入心。心是有入心无？听大家人在描述啊，师父伫咧讲的话。是不是在地主呢？再描述出来，那个意呀，有挖金也无，讲的无一定啊，句句相同，但是意境呢，未用得脱离去，
可以将这个话啦，用其他的方式来譬如，譬如的依法相同，法一通，这叫做法脉相通啦。人事物用这个道理用在人事物内，用一通啊，这叫做法脉相通。无同的人用同款的话，无同款的譬如，这拢是一通。所以一法啊，应万事吼，啊，这个法会当应真侪人事物啊，只爱道理入心啊。所以咱诸佛各遣使者，分身佛，分身佛伊已经呢，甲法啦，也传予真侪人去哦。释迦牟尼佛伫要见证分身佛来接啦，所以唔只是法来呀，同款所教化的人也来了，来。那就要有规律啦。接受着法的人，来都要有礼节啦。所以，各遣使者，持花表心诚意，这种敬重的心意啦，法已经传。团已经伫咧用的人，就开始来咯。啊，来都爱表达呢，这个心意，如规律啊，这是义礼节，所以义礼文信，这是一个礼节啦。咱敬师。敬法啊，一定要有一个礼节规矩。哎，看到人，那都爱赶紧问讯。问讯就是问安的意思啊。这就是遵循仪规，所以分身佛教使者。待心敬意，就是阿弥的意思。佛法啊，无有脱离礼节，因为佛法所讲究的呢，就是礼节。礼节礼呀，这个礼节呢，就是道理，道理。就是礼节，所以讲究的是礼节啦。所以诸法一心二相万殊一如，诸法是一心法啦，这是讲这个心法性啦。拢是共款啊，道理一理通万理通，真正的道理啦。只是伫咧法源，法源啊真清楚啦。那什么款的人事物啊，都拢总讲会通啦。所以诸法一心。法源呐，就是干那一项真简单，道理动源哦，所以诸法一心二相，万殊
真济真济啦，个性无同，同款叫人，咱个名称拢叫做人，但是呢，人各有名称啊。啊，这个人是叫做什么名？啊，这个人是姓什么？所以姓跟名无同，但是同称是人。人的形象差不多，可是呢，看清楚就是无同啊。虽然同款，四肢徛立一个头，七个空，确实呢，该认真看起来就是无同啊。所以讲，诸法一性，人这身体器官拢是同款。但是上万殊，这是无同啦。这就是同款的道理，道理呢一如，人人本具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是一如。你的真如本性，我的真如本性。你我真如本性，依佛的真如本性是同。你吼讲一个道理啊，咱就是凡夫，所以才会千差万别。凡夫已经呢是烦恼啦，烦恼。把我们制作万殊真多啦，这个形象个人惊个人的，个人想个人的，个人做个人的代志，个人啊真多无同的心态，生活的心态啦，其实不管伊是什么款的生活形态，还是呢回归于一如真如一性啊，咱的本性啦，以诸法合一啦，那诸法回归真如本性，这咱也会当清楚啦。诸佛心佛，甲释迦牟尼佛，释迦佛伫灵鹫山呐，被号召所有的佛心佛教诲，这个道理呢，咱都会当真清楚了解道理，那就是依佛的思想。看法差不多所以波塔已经呢凸显出了呢，就是五性超越了五性啊，依佛的境界啊，从接近啦，这佛已经把这个法拢召集归位，就是。万法归一啦。这就是要知道
分心啦，不必改名释迦。这分心佛无一定拢总叫做释迦牟尼佛，丈三离四啊，只要呢释迦佛的法入咱的心内，那么咱也会当应用依佛同定的教法来去教化人。每一个时代无同的形态，咱依照一如的真实法应时代啦，来教化众生。所以法会当应受，也可以当优化，就是真优雅伫这个人间呐，应这个世间呢，还不断恶作染着，咱会当用佛法的理解啦，用佛法的道理，用佛法的形态，咱一一呢，会当从这个浊气真重，会当改安呢化开呀，转浊为净，转恶为善，真呢就是成就一如的真理。诸法一性的真理，咱是安尼一脉相传。对，无同的时代，咱会当应化来度众生，这就是佛法啦。一理通万理，达宏。咱就会当了解啦，所以所谓我在异国，境有异名，前面的经文安尼讲过去啦。同款的法，伫无同的国家，也会当同款的法，无同的人。能会当去传这个话啦，净化遍传无限量的国度里，无同款的人，能会当去传啦。无管伊虾米款的语系，讲台语嘛会通啊，啊国语更搁较普遍啦，那英文伊嘛会。听一万，顶顶啊，无同的语系啊，同一种的教法，而且无同的宗教，同一种的道理呢，应用在人间人，这拢总是一通的，所以在异国啦。境有异名，常常讲万教归一，真侪教育啦，归合倒转来，无不都是一种的道理。不管什么款的宗教，无离开爱啊，爱是仁爱呢，是博爱呢。是大爱呢，才会甲归纳转来呢，是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咱爱的人无一个界限的限制，就是爱普遍，就是爱去付出。这不管什么宗教。同一种的心念，所以讲起来，不管伫虾米款的国度，
用什么款的方法，什么款的名称，只要道理会通啦。所以才讲，我在异国，无一定是伫加比罗维国，就是伫中国，伫台湾，伫任何一个国家啦，这个法拢会通。不管你是什么宗教，同款这个原教的教理啦，什么款的宗教都可用。有当时咱听其他的宗教伫咧布教啦，迄内中的故事啊，甲咱佛法内面呢所要讲的因缘故事，还拢是差不多的。这就是无共名称异国，更有异名。现在咱的名，咱搁传落去呢，哈，搁下一代的人的名，嘛是拢无共啊。总讲一句，法是应万事物而应用以法，吼，伊会当伫无共的名称呐，去用这个法，法的通达，吼，那一里通万里天，吼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所以道不自远呐，以修。书籍分身，即嘛一段经文呐，多宝法以塔现前，释迦牟尼佛啦，就是安尼来细说多宝法他的愿，那愿呢？是过去呢，发言，这就是要警惕咱，真正因缘爱结合伊好啦，唔通欠缘，所以咱爱多甲人结好缘呐。大部分欠什么缘，大家人了解无？请法的缘呐，所以。一个遗憾，伊也未讲说《法华经》，大憾呢就到位啊啦，入灭啦，伊还是应世修呢，在人间呐，在教育法有讲，但是也无迄个因缘呢。完成讲说《法华经》这个法，因为无有人来启请啊，所以安尼遗憾呐。所以伫要入灭的时，这姿态，地主伊就护住地主啦，就是爱地主。为伊起塔，全身伫塔中，多一个所在，讲《法华经》啦，无塔呢，就会伫迄个所在现行起来。那释迦佛啊，代替大部分呢，来讲说这段。故事吼，那多部分的心愿来听经，因为伊家己无讲，所以伊要来去甲大家人证明过去佛也来听经啦，来证明现在佛呢完成这个愿教，真呢是真实法，所以。多宝之愿
一宿有安尼个缘，释迦分呢应伊个缘呐，这个是一宿。这但是数集分身，就是这个分身佛啊，拢改集挂来，爱注意多部分。这个佛塔是为听法果，经文内底有阿呢，为听法果，啊，就要听法，所以佛释迦佛啊，伊都爱召集分身佛等啊，是这个法呢，拢爱回归本位来啦。也就是讲，爱咱大家人，人人心中有灵山塔，灵山塔浮现呐，应该呢，咱的心地啊，也应该清净，烦呢，应该归位啦。这就是爱咱大家人，爱好好。再次用心听过的话，佛三周说法啦，三遍正道，大家人爱真用心去体会，安怎样来出花体啊？安怎样呢？来过化成？安怎样呢？得受记已经。会当得果啦，最后呢，行菩萨道，最后迄个境界，这一生中啦，虽然也未成佛，但是佛已经为伊修己啦。这是不管未来多一尊佛成佛的过程，行菩萨道。结果就是成佛哦，了解这正果，就是结果的成佛。虽然咱也未，但是呢，咱的心深信，前面有信改变呐，爱深信，所以咱爱很真清楚，经听过，啊，都爱真正，搁再去体会哦。傲说虽闻其声，未见容貌。这个法会上啊，就是大傲说菩萨为当机者，伊要代替大家人啊来请法啊，因为佛塔中的声音多部分呢，发大声音呐、啊。来证明释迦佛所讲的话，大家人就有这个心愿，一直想，干那听到声，应该呢也爱看到实在的转身呐。这些大牛说菩萨代替大家人要来请。请佛呢？安怎样会当予因见到多宝佛的全身？甲即当阵也未看到，故清愿见佛全身，令发起诚实，要予大家人搁较相信呢？那会当了解多宝佛。的形态是生做什么款？敢那听到声，还应该会当搁再看到。安尼呢，予大家人心中无疑呀。这，但爱真用心体会，甲这个所在，也搁是要甲咱起咱的信心。也阁是惊咱心有疑，所以
大牛十菩萨代替大家人心有疑的人在此请愿，期待佛陀会当阁予大家人提起了疑的念头，再加强因的信心，才真重要。这法要记伫心里呐。再来，经论的文是安尼讲：时时呀，诸佛各在波树下，作树诸座，皆遣使者闻信释迦牟尼佛，国持波华愿觉如果持言，这已经呢，要分明讲，诸分身佛带着使者来啦，那大家人爱用恭敬心嘛，去到释迦牟尼佛前，去向释迦牟尼佛问信，那照这个礼仪啦。大家人爱好好用心嘛，恭敬心呐，送着安尼，会表达心意，会播花为礼，安尼来向佛啊，先来向这释迦佛，安尼表达迄个礼节吼，啊，文饰，所以。然善男子啊，那就是分身佛哦，在叮咛哦，善男子啊，你往夜记下苦山，释迦牟尼佛说，如我是愿，消病消怒，气力安乐，及菩萨声闻众，悉安稳歇。这段文，那就是表示呢，分身佛虽然呐，拢已经来到娑婆世界了，佛所教化的国土，就是伫娑婆世界。娑婆世界呢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化土，诸分身佛啊，拢总教位。但是思想啊，还是一个真远哦。法就是将天地宇宙啦，拢总的各家的法合化来。回归到地球啦，用上坦白的话，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地球上，不分国界呀，就是伫人间呐。这地球人间呢，其实佛陀所降魔的法呢，是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。这这些法拢总归纳啊，来到人间，应该爱安尼讲这个道理啦。所以派遣使者要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来，当然就是还阁有一段的距离呀。所以分身佛啊，我爱安尼交代。善男子啊，那就是菩萨哦。你往夜记下苦山呐，释迦牟尼佛说。
这就是劝大家人啊，劝随心来，诶，菩萨就来了哦。菩萨来灵鹫山见释迦牟尼佛啦，那就是灵鹫山，就是毗舍窟山呐、啊。毗舍窟山呢，有一个形态，亲像灵鹫同款。佛陀讲经的地点就是伫遮，所以为佛说妙法华经哦，那完教啦。因为释迦牟尼佛呢，已经讲法华经啊，法华经呢已经是圆满啦，但空说有啊，那消大性法会合啦，这呢叫做圆教。安住呢在灵鹫山，因为佛在灵鹫山说法啦，所以安住在这个所在。所以咱在常常在咧讲灵山。只在逆心条，就是法呢安住在人心呐，在外道机器呐变为正道啦，烦恼无明起敌啦，就成为正道吼。凡夫啊，无明烦恼，拢总爱起敌啊。现在心拢清净了，所以见何有出山之相？唔免啦，佛啊，两千多年前啊，在灵鹫山，这个烦呢，已经啊，在人间了，人。甲人的中间呐，法团在人的心嘛，那何有灵山之相呢？所以究竟该知者，啊，好好来各解解说，有意义啦。因呢，灵山即位。本心之山，大家人爱用心，这是本心。咱人人会真如啦，真如是本心啦，本心吼、哦。第二呢，正道之相，又不亚于灵山之相，咱。心的净土，人人本具啊，这无碍。咱爱体佛心啊，佛心呢是以天地道理啊，那包容一切，以天地宇宙共一体，这是佛的心吼。凡性动机土，佛的心地，他的凡性动机，因为伊生源来人间呐、啊，那人间呢，就是凡夫嘛。但是佛
在过去无数劫前啦，都已经呢说法啦，顶点劫前啊，大通地性佛甲我说法，以身为十六王子，就听法同款呐，在佛讲说法，这噶唔就是以圣人动机，生生世世哦，点点结，这是以圣动机呀、啊。伊个心呢，还是伫圣人的经意，但是呢，就是化身应身呐、啊，来到人间，噶人间呢动机处，还是呢？甲人共款啊，发心啊，然后呢，成佛，这是现象，是应心现象吼。来，要教咱安怎样修行，这甲凡夫同居啦吼，以天人凡夫声闻缘觉等。圣人这些人安尼动机伫这个世间里，这就是凡圣动机都是释迦佛迄个心灵世界，也阁有上极光土，上即是发心呐、啊，或者发心是应行的。定点及以来相助不变，这些佛的心是相，啊，其实咱凡夫嘛是无数以来都有的真如，是相助不变呐。那发心呢，应无生灭，那呢，真如本性嘛是无生灭啦。只是咱凡夫呢，只是生死不断，一分呢，一些即假解脱，已经解脱啦，伊的心真寂静啊，解脱啦，解脱什么呢？一切烦恼，一切烦恼啊，拢总无啦，所以呢，应寂啊，应万都是真寂。情啊，啊，讲就是不济智慧啦。佛的心永远都是光明的，光明就会当看到一切，一切的道理明显啦，令照见诸相，所以叫做相即光道。这就是佛的心灵境界吼。在心灵境界呢，那就是在十宝庄严土，那个凡圣动机，佛的心地啦，永远都是净，无二土佛的心地，就是安尼一路啦，是伫庄严土，是伫极光土的内底，虽然。以咱凡夫动机啦，但是呢，伊的心还是寂静啦，光明大无减少吼，所以并无几多，即是一多，但是随其心静寂脱变静啦，因为释迦佛家己的心地呢。这是静，所以安怎样说法啦、啊？嘛是同款，
伊安住在净地吼，伊个极光土个内底，只是呢为众生啊，说人间作恶啦。那佛陀就是讲安尼个道理，予咱听。所以诸分心佛爱大家人啊，去向佛释迦佛吼。来问释经文就讲，如我是愿吼，照我甲你讲的交代的话，安尼呢去问安呐、啊，问安释迦牟尼佛，身体健康无？啊，为度众生有烦恼无吼？那体能呢？安乐吗？吼、哦，是不是平安自在啦？这就是他方的诸佛来问安哦，咱娑婆世界的佛哦，代佛团圆哦，就是派遣使者代佛团圆呐。小友疾病呐，身心平安，这就是小病哦，就是讲身心平安呐。小有烦恼，气力呢爱充盛，安乐无量吼。那、啊、这就是诸佛未来向佛问安的意思。佛心呐、啊，实在是无病啦，也无恼吼。那真佛心呐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伊家己是无有病恼，但是为度众生呐、啊，伊都爱现伊凡夫共款吼。那众生心静啊。依法即佛安乐啦，众生若好教吼，啊佛呢都安啦，心安快乐，啊，是不是？众生好教无好教呢？啊，众生若歹教，啊烦恼都真重啦。啊，读到这段，应该大家人爱能会当体会。佛为众生是也是操心呐、啊，众生难化呢，即净佛之忧悲病恼，因为众生呐难化，都增加佛啦、啊，一心的忧一病，佛是为众生而忧而病啦、啊，而。喏、no, 吼、哦，这呢，所谓众生病啦，即佛病，这些啊，咱过去定啊听到的话吼，众生有病，所以佛就有病啦。那意思就是啊，超凡呐，众生难调伏，歹驾驶啦，所以佛呢就会有。有有悲吼，有病有怒吼，这就是佛。伊最挂心的是众生难调伏，所以众生病，佛就有病啦。声闻众呢，因为问安，唔只是干那问佛，
平安无？同时嘛，要问，在替佛伫咧做代志啊，修佛教育啊，伫咧教化众生，遮个菩萨参加伫佛的座下，啊，大家人拢平安无？真呢，诸佛原来是应许礼啊，安尼呢来问安吼。问安的仪规啦，就是以礼如来，用安尼呢来向如来敬礼吼。这搁在问大众吼，不只是问佛的平安，也搁问大众的平安啦。这就是诸佛的用心嘛。众生恭敬，难调伏啦，这就是好分的最烦恼啊！所以佛陀有几处现平常，到最后啦，分的老啦，其实佛都有老病的形象哦。佛的心啊，是永恒啊，既是永恒呢，哪有老病死的形态呢？无啦，是为度众生啊，所以都爱伊，但人间共款吼，那在人间呢？表达出了伊对人间的看法，超越人间体会的道理来教育众生，所以伊必定爱甲人共款，即呢作为人的典范，予大家人嘛知影，就是佛啦，也是共款有老。第四，同款呢有病痛，同款呢有喜怒哀乐，咋同款呐？这都是要予大家人知。但是佛是为什么喜呀？喜在众生呢文化接受啊。喜在众生呢，修佛教，行菩萨道，救济众生，佛欢喜啦。佛呢，会当了解众生修教，嘛是有要求的地方。众生难调难伏啊，这嘛是。佛也有安呢，会对地主呢批评，也嘛会鞭策啊。这就是佛对地主，都是为地主啦。不管是欢喜，不管是受气，其实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教化。众生，但是呢，这的表情形态啦，对佛的心是无障碍，喜怒哀乐只是一个表象，是要表示甲人同款，就是圣人呐，也有情，所以叫做各有情。各有情啦，是各我的有情人来度化众生啊！这段文呐、啊，
来表达出了讲佛甲法，就是一个礼节，是适合人间的礼节。啊，这个礼节的内底呢，有超越的道理，真超越的道理啦。虽然做世间事啦，但是不受世间法所染污吼。那世间的法呢，不管是假行善啦，或者是呢假人间法啦，或者是呢人间有种种啦教化未过来的恶法，这呢佛的烦恼。嫁得过来，佛欢喜；嫁未过来，佛有烦恼，也是有安尼的形象。其实呢，佛清净的心，并无有受有污染，所以外净啊，同一体都是净土，不管是凡性同基土。或者是相即公土，这就是表示佛相即公土呢，在人间中以凡性动机，这凡性动机就是有的有污染，但是佛相即公吼，这化物为净土，那这。大家人呐，会当用心呐、啊，这个道理呢，并无困难啊。无困难的道理呢，是在于人人时时都用心呐、啊。